所以我不得不在这半个小时里面，那么做一点比较精简、比较扼要的一个报告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那么我希望在这里做一个非常 happy ending 啊，非常快乐的一个毕业旅行的终点。那么这个。 下个月之后，我很希望你就能够效法黄国展师兄一样，开始闭关自修。这是效法黄国展师兄的部分。那么紧接着我个人呢，是这个闭门思过。那么如果这个闭关自修有一点点进步，有点小成就。 我一定会跟大家分享。那么当然，如果闭门思过的结果，那么能够让自己改过向善，那我更愿意将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。那么，容我跟师父敬个礼，那么让我讲完理事长任内最后一次的心得分享报告。谢谢。 我还是一样，非常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县市。因此，在毕业旅行的过程里面，只要我能够到，我一定把这一本宝典转送给每一个县市的协会。那么，这本宝典就是当年师父在台中省立体育场所编印出来的。 全民体育教材外丹功图解，这本宝典是师父教导所有的指导员最重要的依据，里面有外丹功十二式最标准的工匠。将来如果对外丹功十二式每一个指导员的教法，大家有任何疑义，认为有不同的地方。 要追寻师父的原意，就是要依据这一本。这本更重要的，还有就是前面有一篇短文，叫做《论足迹练己》。那么这个《论足迹练己》这篇文章，师父是用张大师智通术，就是师父自己口述，黄国展堂记，就是黄国展师兄在现场把它记录下来。 然后呢，加上我的名字黄敏光整记，就是由我来整理编辑出来的。那么这篇文章跟后面的十二式教学要领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师父特别强调，外丹功十二式的教学要领是全民运动，是要让大家健康、快乐、长寿。只要愿意学。 任何一个人，不管男女老少，不管你是博士还是文盲，不管你是大富大贵，还是身无分文，通通可以练得很好。那么，这是让全民来普遍都能学习的工匠功法。可是师父在这篇文章告诉我们所有的同道，他说外丹功。 不是只有要让大家健康快乐，把它编为全民运动，是为了方便，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入门，能够学外丹功。外丹功事实上更重要的是我们祖师爷5000年来梦寐以求、认真修养要追求的一个基础功夫。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个人身体练好了以后，还要练好心性，要提升自己的精神、心理的领域。简单的讲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成仙、成圣，进而把你的修为能够去度化更多的众生、更多的同道。 那么，在这篇《足迹练己》里面。
就明白的告诉我们，什么叫足基，什么叫练习，然后如何性命双修，怎么样子从基础把自己的身体练好，然后进而修养你的心性，那么进一步提升你的境界到先圣的境意境。那么要谈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要拜托一下这个理事长，请你到下面坐一下。 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直接切入核心。今天的议题就叫做对治烦恼。我刚刚讲，既然外丹功是一个性命双修，除了要把身体练得健康、快乐、长寿之外，更重要的要提升。 你的心性，追求精神的意境，其实古今中外，修炼心性最终的目的，就是对治烦恼。烦恼是人最重的病，所有其他的病，没有一项不是因为烦恼引起的。 即便是其他的原因外来的一些伤害，也因为烦恼会让你的病更加的沉重。所以，任何病都跟烦恼有关，能把烦恼对治好，百病自然减轻，自然消除。所以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对治烦恼，那么。 有时间有机会，各位就用心的去读这篇《论足基练习》，它的五问五答。有空的话，等一下我在跟大家的报告的过程里面，会引述到这五问五答里面的精髓。那么我就直接切入主题：烦恼不但是我们道家。 几千年来，追求要把它消除，最重要的一个目标。烦恼其实更是佛教、佛家他们认为要破迷开悟，要超凡入圣。 要从凡夫俗子变成一个抉择，变成佛唯一的法门。所以呢，佛家说烦恼即是菩提。我们一听会觉得不可思议，菩提是跟烦恼完全相反的东西。 为什么他会把两者打上一个等号？佛家说，迷的时候是烦恼，悟的时候就是菩提，但是这有一点悬。不过，佛教释迦牟尼佛开辟了八万四千法门，佛教有好多的宗派，不管是小圣、大圣、净宗。 密宗、显宗，那么他用各种的方便的方法教你如何破迷开悟，教你如何把烦恼转成菩提，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平等。而道家用的方法虽然大同小异，但是呢，道家的方法更加方便。 更加简洁，更加容易。就像师父教外丹功十二式，教大家一遍式，几乎一次，你们就懂得
新兵器发动的要领，慢的话也超过三个月，因此道家有他独特的法门，道家透过人体的生理系统，从下丹田到中丹田到上丹田，然后进而在几个丹田之间，还有很几个重要的宫跟穴位，然后所谓的宫穴窍之间，他们的联系的管道，道家称为经脉。那么也就是，比如说穴道、宫穴，它是一个城市的话，那么台北跟树林之间，这中间的交通，不管是台铁还是公路，那就是经脉。那么能够把穴位把它打通，能够把经脉把它串联起来，道家告诉你，这个你自然就能够，我刚刚讲的，就能够把烦恼把它糊住，把它断掉。那么练烦恼、对治烦恼最重要的一个功线，就是我们的中丹田，也就是我们的降功。这个地方很容易找，就是心窝盘中之处，从这里开始，首先就是去沉思他。师父在他的外丹功增补本里面提到的三一四法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要你去沉思降功。所谓的沉思，就跟练下丹田时候的存想不太一样。练下丹田，存想，存就是存神，就是要集中注意力，然后去想它。但是存想下丹田啊，师父不喜欢用继承丹田，就是怕他大家执手死守下丹田，守久了不但没有好处，反而会生病。因此呢，下丹田的存想，想到就好，轻轻的存想它一下。所以各位在练功的时候，轻轻的注意一下，齐下一寸三分的下丹田功。那么只要想到了，然后呢，呼吸自然，全身放松，那个时候能够练出一种好像婴儿刚出胎一般柔软的感觉，就是所谓的专气自柔，人如婴儿夫，那样就够了。但是呢，心降牵涉到如何去除烦恼，所有的烦恼，告诉各位，虽然是有很多的外在环境刺激到你的脑所造成，但是呢，它通通显现在你的心降，就是你的中丹田心口之处了。只要有烦恼，你沉思一下你的降功，你的心口，你会注意到那一种焦虑不安，然后心跳加速，心闷心烦的感觉。烦恼一沉思，你就知道烦恼来了。那么人从出生哇哇大哭一声就开始有烦恼，直到你走，所以这中间烦恼只会增加不会减少，烦恼永远没有停止。就像你的念头，你的意念一起，
紧接着前任未消，后任马上又在兴起，那么就是永远持续不断的烦恼。所以你要深思一下，你的烦恼在心这个大的气场，它是什么一种状况？那么，我想大家很容易体会出，烦恼会让心这个心的气场有什么变化。而我刚刚提到，佛家说烦恼即是菩提，我们道家用一个最简单的诠释。佛家说，为什么是烦恼？因为是迷路嘛，颠倒的关系，迷就烦恼了，悟就是菩提。而道家呢，更直截了当告诉我们，那是阴阳颠倒。在这一篇《论足迹练解》里头，有最后一段提到的，人的气，人的三昧真火，那么如果阴气在上，阳气在下，清气在上，浊气在下，阴阳颠倒，就会产生我们佛家所说的烦恼。在道家来讲就是什么，当你阳气应该在上，它是清气，而你却让它在下面，而阴气本来应该在下面，它是比较浊的，你却让它在上面的时候，阴阳颠倒。《黄帝内经》里面就讲得很清楚，阴阳颠倒就是病之所逆从。那么在我们观察沉思这个心象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时候心火啊在下面，阳气阳火，心火心气在下面，而浊气在上面，也就是我们的意念、我们的思维、我们的神，这一股心火、这把火在下面烧。然后呢，比较浊的，你的情跟意、你的情感、情绪、欲望，它却浮在上面。那么，火心火烧情欲，越烧越炽烈，越烧越旺，这个心啊受到冲击，这个时候烦恼的感觉，包括所有的忧郁、躁郁、喜怒哀乐、发脾气、冲动，通通由此而起，因为它是阴阳颠倒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烦恼其实就是两个因素，一个就是情欲，一个就是你的思维。那么情欲如果它是阴，它是重的东西，本来追求自然、顺其自然，它浊重的东西，它自然应该要下降。但是呢，我们却让它颠倒，所以让它在上面。而人的思想、思维、人的意念，也就是人的神，这个心火、心的火应该在上面，但是呢，却被倒置在下面。所以这两样这样一颠倒、一烧，那么心火就去烧了情欲，然后让人的心境会觉得非常的烦躁，心浮气躁，就是这样的。
那么为什么烦恼即是菩提？很简单，你把它倒过来，让心气、阳气、让心火、心的部分，让它到上面来，然后呢，浊气让它往下面跑。这一个法门其实非常简单，就藏在易别式里面。易别式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浊气，也就是把这些七情六欲啊，是不是说忘情绝念？所谓忘情，就是忘记、忘掉情跟欲，那么也就是叫你放下，放下七情六欲这一股浊气，而这一股浊气把它往下放，就是刚刚所讲的，一般所讲的气沉丹田。事实上，你只要稍微轻轻的存想一下，即下一寸三分的下丹田之处，那么全身放松，呼吸自然。刚刚讲的这一股浊气，这个情跟意的这一股气，它自然就往下沉，降到下丹田。降到下丹田的时候，就是师父所说的易别式里面收成固精意气。这个时候你的气就会充足起来，然后呢，精气充实，骨髓坚强，这叫做足精。紧接着你把浊气下降之后，更重要无烦恼的一个要领，就是要让心气、让心火清的部分让它往上升。师父用一个最简单的口语叫做两目上视品门，这是教一般的，也就是教你在那一个当下，烦恼的那个当下，如何让清气往上升、往上提？他教你立即两目上视顶门，两个眼睛，其实上两目上视顶门怎么上视？怎么看都看不到头顶，就是要你把眼神集中到头顶的百会，这叫匹配阴阳，把这个阳极。在这个时候用两目上视顶把它拉出来，然后呢轻轻存想下丹田，把阴极也拉出来，阴极阳极一拉出来，中间自然形成磁场，阴阳就会匹配。那么这是师父方便的说法，认真的讲，这样子一做，心啊当下会开，因为呢你把阴阳把它反转过来，让阳气在上，阴气在下，而那一个当下你又匹配阴阳以后，阳气往上走，阴气往下放，当下烦恼各位感受一下，马上不住，但是没有断裂。两目上是顶门，阳极注意百会，气往百会，清气百会底，轻轻的存想下丹田，浊气往下丹田降，这是除烦恼的第一步。各位，任何时候，只要你开始沉思，发现烦恼一起，不要说已经到了发脾气。不要说已经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成眠，不一定要到那个时候，烦恼随时都在，一沉思它都在，只要它在，即便是轻轻的一个杂念都是烦恼，当下就把它扶住。扶住的方法就是匹配阴阳，让浊气下沉，清气上升，这是第一步，扶烦恼，也就是师父在论足迹练体里面二问二答里面告诉我们，要
忘情结念，让他好像心死神活，也就是让心这个时候是虚的，虚其心，实其腹啊。那一些七情六欲从心中放下虚掉，充实你的腹部，而你的思维、你的意念、你的神、你心火清的部分，让它随着两目上升点门往百会走，阴阳一颠倒，当下烦恼就是佛家讲的他的明跟悟转过来了。那么这样做，各位记住，平时如何去沉思你的烦恼，注意烦恼升起，然后立即在当下匹配阴阳，把烦恼把它扶住，让它上升，让它向下降。我之所以讲这只是扶烦恼，这是治标，因为烦恼并没有因此消除掉。哪个时候你在遇到逆境，想到不顺，立即会再生烦恼，你那样子把烦恼扶住，并没有把烦恼的根把它灭掉。所以呢，师父在第三问三答的时候就提到了如何去灭烦恼，那么就不是很简单的仰慕上士顶门。仰慕上士顶门是救急之方，是方便之法。真正的要把烦恼灭掉，道家祖师爷他教你，他有次第，有步骤，有方法，不能一步登天。所以呢，这一次就叫你细细的做，细细的做。除了刚刚把情欲、七情六欲，把这些心火里面浊的部分，让它下沉到丹田，到了一寸三分的下丹田宫之外，还可以在下丹田再把阴阳再把它倒转过来，让清气上升，浊气再往下降，可以降到关元线，下到膀胱，膀胱增动膀胱之气，让元气充沛。到了膀胱还可以再往下练，还是循着这个匹配阴阳，让阴阳反转，让气往膀胱过会阴，下为阴，然后往夹击一人上冲，那叫阳气从督脉往上升到脑部，变熟呢叫做浊后灰金经。那么这是往下的步骤，各位很多人都已经练到通任督两脉，很多老同道熟的不能再熟，比较难的老同道还没有做到的，就是扶烦恼没有扶好。其次更重要的断烦恼也没有做好。断烦恼的次第步骤怎么做？当沉思心降，发现烦恼在，烦恼严重的话会让你很暴躁，有时候严重的时候会让你心血管的大毛病。在师父这篇论足迹练习谈到的脑溢血重大烦恼显现在心这个气场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。那么好多的老同道这一点还没练到，所以各位记住这个要点，无烦恼在心降这个地方，沉思心降，然后把阴阳反转，让烦恼转向菩提的方向去走，那么扶住了以后
紧接着照着步骤开始练降烦恼。如何降？一步一步来。首先往上升的这一股轻的心火，心火轻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念头，我们的意念思想神。那么这个轻的这个心火让它往上，随着舌尖，各位的舌尖吸顶上颚。如何吸顶？其实一般大家很简单的就会把舌头直接就顶住牙齿上面的齿龈，不过各位还要再往上。那么那个上颚，当你的心火集中，当你的思维集中，当你的意念集中在你的舌头，各位注意一下，那个舌头带着先天气，带着心火，在舌尖的感觉，这是第一个步骤，第一个刺激，然后带着这个舌尖，带着先天气，带着心火，顶住上颚。那一种感觉，你不一定要用力的把它顶住，就是那个感觉，轻轻的，然后吸，就是已经把先天气、把心火送上去，那么这样吸吸，轻轻的一顶，舌尖的感觉，眼耳鼻舌生意，这个七窍。五官六根其中最重要的起步舌根，在这个当下随着你的心火，你的注意力往上提，你已经把它练出来，这是第一步。顶住上颚，这是第二步。上颚有什么作用？上颚是念，人中的上端是腕，一顶气由内而外，从上颚入人中，其实它是同一个穴位。我们人中穴，你一按，刺激进去就是上颚之处。这一刹那之间，任督两脉就在这里接通，通了以后，紧接着再往上，鹊桥就是鼻中隔。鼻中隔，这是一个桥梁，任脉通往督脉的一个重要的桥梁，而这个桥梁长你的右根七窍里面的鼻窍，在那个当下，随着呼吸，心火先天气顺着鹊桥，顺着鼻中隔再往上走。跟各位报告，要注意一下哦，这每一个点，我刚刚讲的点就是窍，点跟点之间就是经络，那么要让它通，要让你这股先天气，让这股三昧之火顺着鹊桥往上到眉心，眉心就很重要，这个眉心它中你的。七窍的大门路，它最重要的眼窍，刚刚从舌、鼻到眼，然后耳朵也从这里来。那么这一个眼窍练到这里，当你的意念，当你的思维随着先天气来到了眼窍，师父非常了不起，道家老祖宗的独特法门。这个时候不能闭眼，这个时候就是要练闭关。真正的闭关是要照着我们外丹功，一边是
此时此刻记到眉心以后，两眼张开，平视正前方，也就是我要把眼睛一张，就好像灯照亮的这个空间，平视正前方，就是我把眼神集中看到正前方的景象，我认真的看，清清楚楚的看，明明白白的看，物象一般，气功或是其他的未到定的闭关，类似鸵鸟，把自己关在深山野外，没有杂音吵杂，然后关房还要层层隔离，外面还要上锁，有人守护，里面还要点一炷清香，让自己鼻子能够闻到香味，那样子的闭关法，我跟各位报告，未到定，入了定，那是假定，真正要定好禅定，让外一向内不乱，你就要先去面对环境，认清环境，把眼神集中，而不是闭上眼睛，关在关房里面，像鸵鸟一样吸球，耳根清净，眼根清净，那样子的定经不起考验。真正的禅，就是要在四极之中、喧哗之中、吵闹之中去锻炼出来。所以外丹功特别教我们，一边是实际上是立禅，是最高的境界。要你张开眼睛，平视正前方，把眼神高度集中，清清楚楚的、白白的看。眼神集中有什么作用？这个时候就是要利用这个眼神。师父在外丹功真普本里面，其实他在谈念事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他说观其一人之神在心，刚刚讲的神就是心火先天气，那么它是在心，而心神在目，心的神、心的精华、心的机关在眼睛，所以眼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，那么就在眉心，然后呢目视在内，心即随之在内，故曰内视。各位，练内视最重要的就是要练眼神，就是要让眼神集中，眼神集中就不能够闭眼鸵鸟，眼神集中就是要张开眼睛，目视正前方，接触真正的环境，面对真正的环境，然后紧接着才把这个眼神收回来，收回你的眉心，那么接下来从眉心把你所接触到的这个境界外向往内收，切入一寸之处，叫做明堂功。这个功线，各位就是要利用先天气，结合眼神，那么把它打开来，把它清净，这叫摄。从明心，这叫说；进到明堂功，叫想。怎么样去把它分别判断它是什么？进到洞房宫叫行，这个行功啊，要让五蕴皆空，行是非常重要的。在那个当下，你如果用情意去判断你所吸收到的信息，你必然会让你的七情六欲，这个假象、假的思维、这个妄想，把它误导，你会产生错误的决定，甚至会采取错误的行为，告诉你。
这个错误的决定、错误的行为，在切入一寸之处，你的上丹田宫，你会种入错误的种子，就是业。这个业碰到因，缘分难，成熟的时候，它会萌芽，它会结成果，就是六道之果。各位，如果不能在一关一关里面用先天气把它打开，把它清净，把它消除，各位就是凡夫，就会色受想行识五蕴不空，重在下丹田宫这个四点里面的，就是刚刚我看到的是一点心态力，我看到的是一位美女，装到明堂宫的时候，赶快把这个美女心态力带入我的房间里面藏起来，然后这个念头、这个行为变成了电脑的一个储藏室，就把它储藏到你的下丹田宫，就是把这种子种到那一块田地里面去。告诉各位，种在那里面的叫什么？叫妄想。妄法为心造，妄想的种子种在那里就会长出来，一定是妄念，一定是希望，是苦的东西，就是六道轮回。所以色受想行识，打从各位张开眼睛平视正前方，到来到眉心，六根接触六尘的真正，如何外离相内不乱的闭关，进到打通明堂宫，消除分别，消除想，然后到了洞房宫，消除执着，消除你自己成见，因为你的情意认为心台币是好的，认为这是美女应该收为己用的这一种妄念，这种成见，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再送到上丹田宫去种植，将来种出来的结果可想而知，就是恶业。你的命运就注定在六道之间循环流转，也就是烦恼没有灭。如何灭它？佛家释迦牟尼佛讲五蕴：色、外境、受、眉心、想、明堂宫、行、洞房宫、四上丹田宫，种什么种子会生什么果出来，这就是凡夫的命运，五蕴不空，最后六道行为轮回流转，烦恼还是烦恼，不能成为菩提。刚刚教各位在心降所做的只是辅助，那么如果你还是执迷于众生的习性，还是执迷于色受想行识，五蕴是真的，当五蕴很炽烈，你的结果就是跳不脱六道轮回。那么如果在上丹田宫这个严密的机制里面，你能够循着刚刚的次第，然后从真正的闭关，眼神集中，把眼神收入眉心这个大关，结合心念气，然后抽开一寸之处的明堂宫，让它空，让它虚，紧接着也让你的洞房宫打开，冲出洞房宫，你进入上丹田，种下就是菩提的种子，这就是五蕴皆空的道理。道家师父老祖宗教我们的，用先天气开窍通关的法诀，
那么一步一步的练，练到你的上三田宫，你的四田种下的是菩提的种子，将来因缘成熟，在道家来讲，那叫做结丹，也就是得道成道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从上丹田宫长出来的那个道的种子、菩提的种子，还要再往上提，让它往上升，升到上面还有一个功，这个功最关键，这个功就是我们丹功能，我们丹鼎派祖师爷最重视的一个功线。上丹田宫之上叫做玄丹宫，也叫做丹性，是藏丹之首。那么五蕴皆空，练出了道的种子，练出了菩提的种子，往上再提升，就可以进入玄丹宫，进入丹性，你就已经算是得到这一个穴位。如果从下丹田算起，下丹田叫做炼精化气，中丹田叫做炼气化神，上丹田叫做炼神还虚，就是我刚才的当五蕴皆空。那么再上去这个显丹空呢，就是炼虚得道。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知道什么叫道，丹就在这里练成，在这个地方只要一练成，在这个玄丹宫把它打通了，然后五蕴也空了，种下菩提的种子，种下道的种子，在这里发芽结果，这个时候您就有本事透过内视玄丹救命，用这个玄丹光照见你的，除了五蕴皆空之外，你的五官六腑，这个时候就有救命的效果，也就是师父在丹册上面讲的，人病危将亡，万邪之气攻五脏，万邪之气攻五脏，就是我刚讲的你沉思心降的时候所察觉到的那一种邪气在穿五脏，那一种难过对心的一种压抑的那种感觉。那么当你练到玄丹功已经打通开了这个窍，你就可以用这个玄丹啊，师父方面讲的，他说人病危将亡，万邪之气穿五脏，那个时候非常痛苦。那么只有玄丹啊，丹性，只有丹性，就是刚刚讲这个功，可以去攻万邪之气，一救命焉。所以修到这个程度，对内可以玄丹保命，对外可以玄丹济世。如何济世？还有一个最重要，诸阳总会之处的那一个隧道、那个关卡，打开它才是真正的匹配阴阳的最高境界，就是在丹线显丹宫之上那个顶门。刚刚提到师父说救己之方啊，仰慕上师顶门，师父在三一四法的时候是希望内视顶门。那么这个两目上是顶门，内视顶门真正要有效，就是我刚讲的要把高度集中出来的眼神清净的五蕴以后，上到玄丹宫的这一口非常非常清净的心念气，也就是丹，让它去打开，打开你的百会穴，打开你的顶门，只有按部就班，循着这个次第，
一步一步冲到这个时候，你的那个先天气先天的程度、亲近的程度，足以穿过百会线，打开百会，打开顶门，那一个当下叫做天门开合。这个时候，老子《道德经》里面讲，这个时候你要能够知其雄，守其雌，守其雌，就是你要知道，这时候你的身体是浊的，是阴的，是直的。天门之上，天外有天。天门一开，上面是阳，是天，是清的。其实这就是阴阳匹配的道理，在每一个宫线都有不同的清浊阴阳上下。那么在最后这一关，玄丹宫丹穴打开了以后，用最纯的先天气，真正的去顶上百会，打开百会，那才是真正的把百会打开。平时跟各位泼一个小冷水，各位用很多动作，用很多的心力，在那边练，在那边冲百会。告诉各位，枉然啊！包括练一遍式的第二季，凭着你的那个腋下行云那一股气，那个、只要是还带有心力、带有浊气、带有杂然之气，在这个地方冲百会，你也许觉得我已经冲到了，我的百会很明显的被这一股气上上下下。告诉各位，那是假象，通不过。要通过，要打开百会，一定要很纯的先天气。打开了百会，真正打开了，天门才算开，你才能接触到上面的宇宙气，你的频率才能跟他们相互结合，那些信息你才能清清楚楚。明明白白的感受到，所以外丹宫师父在这篇文章里面第五问五答告诉各位，当你碰到阴阳颠倒、浊气在上被称赞，心也是一样，阳气清气在下会实现，会把气往底下泄掉，所以要把阴阳把它匹配起来。那么但是必须要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今天穿的多了一点，而且认真在讲那个阴阳的匹配，然后一定要，各位不要想到一步登天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但是呢，一步师父是用这个仰慕上圣顶门啊，它是一个方便的方法，它是要救命救急。你只要觉得阴阳颠倒了，然后身体不好受，心不好受，那么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方法，它叫仰慕上圣顶门。但是要把它练到扎扎实实，就是要这样子，按照这个次第，在当下，其实我们外丹宫同道一边是练到这种程度，其实当你在胡烦恼的那个当下，只要你舌尖一顶上颚，记住那个当下你是在把心火啊，把先天气往上带，只要你带的标准带的正确，当下那个烦恼就被你堵住了，因为那个烦恼就转成新的先天气，跟着舌尖往上跑了。那么那些情绪、那些不安、浮躁的情绪，在你纯想下丹田的当下，呼吸自然、全身放松的当下，它就往下沉。那么那一个当下，
就已经烦恼无数。平时随时练它，你要练到什么程度？不要有烦恼才练，小烦恼一点点的杂念念头一起，就当下用这个方法把它除掉，让阴阳转过来，那就是真的转烦恼成菩提的路上走了。紧接着最后再提醒各位，那是荒废法门，不可能一步登天，两步上是顶门，只能救急，不能救你永久，所以要按部就班的开始，从舌尖到上颚，到人中，到鹊桥鼻中隔，到眉心，到宦官，到缩官，到银堂宫，到斗王宫，到上丹田，再往上提升到丹穴，到玄丹宫，最后冲开顶，打开天门。那么这是一个步骤，一个修为，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的断烦恼。那么从无烦恼到断烦恼，不断的断烦恼，我告诉各位，你就入得道。无烦恼你够你用，平时让你晚上不用担心睡不着觉，你也不会发脾气，只要一发现有念头一起，当下就把它阴阳匹配，把它扶住。各位身心保证你健康，那么在有心按照程式，按照次第，按部就班，一关一关就把它打开，一步一步的把那个经络，把那个经脉把它打通。各位自然就是平地之先，我讲的这些东西你们如果等一下要验证，去找一下那个朱心化师兄，我刚讲的东西他通通变通了。那么各位只要这个很诚意的敬他一杯高粱，他就会锦囊相授。祝各位大家都能成为平地之先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谢谢各位总会理事长。